中华职棒中信兄弟今年网罗了林志胜、郑达宏，实力更加坚强。日前球队在屏东新基地开训，总教练吴富连表示，球队年龄层虽然偏高，但资深的可以刺激年轻人。他同时也期勉球员要把身体顾好，才有本钱拼总冠军。我想第一还是大家身体要健康啊，因为棒球是很残酷的，只要你一受伤，后面就会顶上来。因为去年我们也蛮多受伤的，那今年加了自身跟达宏，整个实力会更坚强一点。今年以自由球员身份加入中信兄弟的郑达宏，开训第一天就以新人自知自我介绍。他自称是18岁的新人，让球队老大哥们直言看不下去。稍后郑达宏认真地说，会利用春训时间多跟队友切磋，尽早融入球队节奏。这个球队本来就是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一样，就是向心力都很好，然后就是大家的凝聚力都很好，所以我相信在这个球队打球应该会非常的快乐，然后互相都非常的和谐那样子。春训这时间我可能会先跟一些投手就是多接他们球，然后跟他们多沟通，所以可以让我在比赛的时候可以有很大的发挥，可以很大的空间可以发挥那样子。领队杨培宏也转达董事长辜仲亮的话，以世界全垒打王王贞治的故事勉励球员改变创新，也感谢母企业打造新基地，让球员有更好的训练环境。中央社记者张新伟屏东报道。